飞华秀山五乡联合会举行庆祝成立58周年纪念暨第59年60届里监事会职员就职典礼。The Filipino Chinese Xiuxi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held the celebration of its 58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59th to 60th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2024年3月3号中午12时，飞华秀山五乡联合会假作巴西市富林鱼翅海鲜酒家举行庆祝成立58周年纪念暨第59年60届里监事会职员就职典礼。飞华友好团体嘉宾代表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庆典大会在热闹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首先进行入场仪式，会齐全体新界里监事、祖国靖江市龙湖镇秀山家乡庆贺团、祖国亲友庆贺团、香港庆贺团等陆续入场。民誉理事长许自准担任大会主席，他在致辞中对先辈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恩，全体里监事共同努力，疏财出力，为下一代乡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乡会未来的发展增加了无限的能量。相信在新界理事长许清江的领导下，必能为乡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菲律宾许氏宗亲总会理事长许文忠担任监事员，见证印信仪交并训会。他表示，前任理事长徐自准领导有方，任内建树良多，成绩斐然。新界理事长许清江为人慷慨大方，相信新界里监事会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必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新界理事长许清江在致辞中表示，自己承蒙各位里监事的厚爱，推选担任新界理事长，感恩之余亦深知个人能力有限，还需要各位领导和乡亲们多多指教，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全体里监事同心协力，集思广益，共同为飞华秀山五乡联合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常务顾问许自友担任大会主讲人，他分享了飞华秀山五乡联合会的创会宗旨。半个世纪以来，该会致力为乡侨谋福利，为祖籍国家乡与居住国的公益教育事业做出非凡的贡献。祖国靖江市龙湖镇秀山村总支部书记许国仁、香港秀山乡情联谊会代表许书辉、菲律宾靖江同乡总会理事长姚金镇、菲律宾靖江市龙湖镇莲乡总会会长施纯婷、菲律宾烈山五姓联宗总会名誉理事长吕安顿等先后致辞祝贺。庆典大会上，理事长许清江捐赠福利金与菲律宾许氏宗亲总会、菲律宾靖江同乡总会、菲律宾靖江市龙湖镇莲乡总会、菲律宾烈山五姓联宗总会。该会还颁赠纪念盾牌与监事员许文忠、主讲人许自友、名誉理事长许自准、执行副理事长许瑞苑、靖江市龙湖镇秀山村庆贺团以及凯捐该会福利金者。期间，该会亦接收由以下团体赠送的祝贺盾牌：靖江市龙湖镇秀山村庆贺团、中共靖江市龙湖镇委员会、靖江市龙湖镇人民政府、龙湖镇秀山村总支部、龙湖镇秀山村村民委员会、龙湖镇秀山小学校董会、龙湖镇秀山村老人协会、龙湖镇秀山宫保月殿理事会、龙湖镇秀山村慈善理事会、石狮市华侨中学75级79届同学联谊会、初一12班同学方元和同学。执行副理事长许瑞苑致谢词，副理事长许百禄宣读凯捐福利金方明路，副理事长许书罗介绍主宾席贵宾，陈倩如与陈子轩担任大会司仪。典礼仪式之后，新生青少年合唱团与菲律宾国际拉丁交际舞表演者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表演。
抽彩活动由副理事长徐永乐、许清爽、许振雄、许凯树配合安排。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